小珍道听途说，差点害惨胡瓜。我说那我有石头都造出来，你不帮我打，他们怎么说？没关系，共存就好。我女儿说。喝啤酒啊，好多人喝什么？喝啤酒那石头掉，到底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啊！像我这个 case， 他的结石刚好是那种尿酸结石，所以他喝啤酒之后，他其实尿酸更高。有一天，他从他家里打滚来找那一颗结石的医工。哇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